得大家烟抽。我哋加大香港喺。咁歡迎大家咧留喺低度，如果大家唔趕時間嘅話咧，可以喺度咧就大家可以加落下一齊咧就傾下偈咁樣。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媒體朋友，大家中午好。今次媒體發布會是有關加拿大香港社團代表團聯合總會訪金港儀式。那首先我向各位介紹一下今天的嘉賓。加拿大香港社团联合会会长兼此次出访团的团长陆炳雄先生。列治文山市市议员兼我们此次出访金港团的副团长陈志辉先生。佛山市政协海外列席政协委邓衍希先生。燈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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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朋友之後呢經常回去包括陳議員在都是經常回中國去了當時有些人是第一次去中國的，以前沒去過對中國印象比較模糊，但是去之後呢，他佢哋右手邊咧係我哋副團長陳志輝議員。不如你可唔可以或者你介紹一下啲人名單，你我幫你介紹一下啲。首先大家現在還是剛剛下午好，是中午，中午好。剛才陸會長也說了，其實這次應該是我們是十年來第二次去中國訪問，也是應中國的外務委員的邀請。首先大家都知道團長陸炳雄先生他在我旁邊應該大家的新聞稿人，他的很資深的在中國無論是北京每一個城市還有全國的政協他都是有參與所以呢我們非常高興在這裡。我也知道他住了希望有半年的時間才可以那個有關的單位才可以批准這個團，所以呢我首先代表我們所有的團員謝謝你陸會長辛苦了然後呢對應該鼓掌，對大大的鼓掌就是陆委员长以二我就叫我的名单就排名不分身后，因为我都是用英文的记住A 又去好不好第一位呢就是那个我们的Terence R.O. 宇航，他在吗？他今天都在同时因为我委长其实我的同僚我叫 jump ahead 来就是廖那飞员他要去这个团，我刚才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他说他会接着来然后呢有我们那个Andy Chan 陈林立就在这里，谢谢位的还应该就了解的是华盛卫那个斯卡普华盛卫的还有Winnie Fong 林会长就是律师招的会长然后有考生上没有到考生后他是斯卡普约克区的华盛卫会长今天好像没有来Kitty Lai雷陈奇好像没有来，但是他的应该是先生吧，雷冠飞先生在这里欢迎你还有Chris Lee 在后面你怎么有时间来呢Chris 是97年跟他们去中国访问的，上个省97年一起去的还有另外呢就是我们 Samuel Lu 陆炳华律师这个也是大家传媒的朋友了哈，就是Herbert Moon 加拿大商部的协长，文总文总对对对对，
对，还有在舞台上，我们那个加拿大打板Hanson 那个林海特别的关注你啊，让你是加拿大的南海红三位的林牛威的会长啊，还有Candy Shu 垂涎伟啊，就是加拿大名人堂的精神总监王贵仁先生，我现在应该去香港Terence Wong 很多人应该熟悉他，还有Derek Wu 吴伟全。他是天龙华工基金会的副主席，还有Colin Yip院长，在后边院长，还有 Josh Yip 叶教授秘书长，他也出了很多功夫，我们为他鼓掌好不好？我刚才没有说了，当然包括我自己那么全员的名单已经在收个全奖。是什么位呢？我们这个加拿大香港协团联合会是2015年成立的。我们成立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一般社区这个精英过行过业的竞在的，有其他的都是朋友，他们就关心香港的情况，他关心祖国情况，也关心加拿大的情况。那么所以呢，我们一般人成立一个会，这个会目的是促进香港、加拿大、中国三地这个在政治、文化跟经济方面交流。那么大家知道了，前段时间香港发生很多事情特别是最近立法会选举，最近之后呢，这个宣誓有些风波。还有这个特区的特首选举，这些一期一期的都是我们香港人还有华侨华人特别香港同胞关心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希望表达我们的声音，我们的意见要表达我们对香港这个社会繁荣安定的关注。所以呢，我们这个成立这个会能够将来在这个三个地方，在香港、中国跟加拿大多交流，从政治意见方面的交流，从经验方面的交流，从文化方面的交流。咁因为最近发生的情况来说呢，我们都很关心这个香港的繁荣稳定。咁所以呢，我们呢跟中央，中国中央表达意见，说我们这帮在加拿大这个海外华人都很想了解中国发展，很想了解这个香港这个华人文的情况。那么所以呢，很荣幸的是经过半年的筹备终于呢中国政府呢邀请我们去访问。咁今次邀请我访问即系有几个单位的，我们是由中国国侨办是负责环球侨务的，我们有全国人大基本法委员会还有全国政协，我们部委办后者三个主要的单位，我们在这个单位我们跟他座谈，表达我们海外华侨华人特别是香港华侨华人对香港的关注，我们表达我们支持一国两制，支持基本法支持香港稳定繁荣。我们要表达我们希望将来新任特首上任之后呢新任政府上任之后呢能够更多跟中国中央政府来交流、沟通、协调，使得能够香港呢更和谐，使得香港呢更繁荣稳定。咁所以呢，我们是定了已经我们全有18个人18个人，包括副团长刚刚留了还有一个人。咁我们是很感谢。
中国这三个单位筹办跟全国人大全国政协能够抽时间接见我们。另外呢，他们都会安排相对高级的领导跟我们会面座谈。那么我们很高兴，今次呢有很多朋友，他们都是很忙的，比如说啊，陈议员、廖议员，他们是百忙之中抽空来到跟我们一起去访问，因为他们就是每天都开会啊。我首先感谢这两位议员啊，我们给他掌声啊，多谢他们百忙之中能够陪同我们一起去访问啊。咁这个也更加很感谢，除了这个两位议员之外呢，还有各行各业，有做律师的，有房地产的，有金融的，有其他方方面面的社区的，有 CT 会、华商会的，有两个啊，有两个华商会的会长啊，一个 Winnie Fong 啊会长啊，有啊会长就是啊，他还有跟有口会长，新加坡华商会会长，但是他今天有事不能来啊，但是他都希望代表他请我们代表他能够跟大家打招呼啊，所以很感谢各位的支持啊，过去帮忙来做出的努力啊，刚才也说过了，其实呢啊。大家可以看得出，我们有个十八个人，一条心，同一个点是什么呢？那个点我们应该都是，一定是在香港出生，是香港住过，在香港移民来加拿大，对不对？为虽然这个就是我们香港这个团的最后的同一个的目的，都是作为从香港现在在中国香港地区去中国访问这个共通点。在关来说呢，刚才我们看了个九年前放了个片段，我刚才跟你这朋友说下，我认不出我自己，可能是我以前九年前的弟弟吧。那现在其实当年也去了很多地方，谢谢当年我们陆权讲的安排了很多比方说我们第一站就是上海这个亚。当时我只有当了一年多的员议员，也就是中山第一个王议员有这个机会就跟上海市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所以呢过去这么多年我都有机会呢推动上海市跟我们的中山跟大多伦多地区做了一点点事情，比方说一个实际例子就是2009年中国侨办的主任来访我们的祝融山，就请他跟我们司长见面，还有从中国大陆来的都熟悉我们加拿大人，英文叫巴俄粉中文叫大山，2009年大山就来访我们的祝融山推动了他在上海世博会，也希望我们当时在这里呢跟他推动一下这种关系，也是2008年就是随陆权讲当时办的团，然后老实说建立起来的关系，所以呢17世纪就不是去我们也有个朋友来了陆权讲一位可以加持为上好，就是很快，就是我觉得这个团不但是去观光加深对中国大陆了解，又是一般从香港来的加拿大的公民长久居民，就是了解中国的新的见解也透过不同的参与建立刚才我讲的关系比方说刚才陆委长那个录音带，谢谢刘先生去常州刚才那个千年古茶就是在常州那个天宁区，我印象很深刻的，在香港来的中国大陆来的应该有就是有一个已经过世的著名唱歌的叫梅艳芳 Anita May，Anita May 在哪里就有一个供奉一个神位就是在香港的背景来，这个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另外呢刚才陆委长呢说到我们去四川重庆就是回来以后5月12号2008年大家都知道在四川
不是重庆，但是在四川有个很重大的地震。刚好当天我就在看习有位，当时就是习有位，就是我一个华人语言，我当天就是动武，我们立即文沙子进府被那个四川那个灾难做个指令，然后一个星期后，那明朗化以后，也推动在立即文沙习有位动武。我们捐款到加拿大红十字会去赈灾，同时5月21号，刚才陆会长提到了，就在我们立即文沙的洗净厅外边的停车场，就住了个爱心指令521，跟中国大陆老头天5121一块住了个指令，四川大地震的位置。死难的几点我可以大胆的说，就是透过上去九年前去的团，有解答的可以说一点的大家更可以说是走在一起的关联。同时2008年大家知道，就是北京有一个第一次中国主办国际的体育的运动会，就是有个在北京的夏天的奥运会，在立即文沙我也有机会跟大家支持上在做了个有5000多人来的同时准备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典礼。另外呢其实刚才陆团长可能提示，其实上个月去了2008年，就是刚好香港回归中国10年之后，进去呢就是2017，这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所以其实每一次我们团都是有特别的意思，对香港、对中国大陆两个地方有特别的意义，就是这个意思。另外呢，也可以这样说，有机会，刚才团长说有不同。我们的律师啊、地产啊、文化啊还有其他不同的行业可以旅游啊在这方面呢可以推动多一点的了解交流。同时刚好5年后北京又办了个冬季的奥运会，去这方面呢希望我们团争取去到也可以，要是可以在这里大家一块推动在中国也有住这个冬季奥运会的工作，好像2081年2009年一样推动了个上海西博，也希望可以做的事情。在这里呢我就是衷心的希望大家支持我们在陆会长跟中国国务院安排在中国在北京可以加深大家了解。同时我相信应该是上港对手选举成功以后，我们应该是从加拿大提高一个就是官可以文章整体应该也是差不多第一轮的为中国为香港我也很高兴以前在加拿大这里也接见过在香港不同党派包括政治派、泛民派的立法会议员也来过我们这个访问。我希望透过这个访问，就是希望在香港地区未来省政府全力支持就是刚才陆肯也说了，就是保证香港繁荣那个继续发展下去其实最重要的解决人事的问题，推动我们中加港三个地方的多方面的交流。所以谢谢团长再次有机会跟各位其他15位的朋友梁老师见面咧都好得我哋法新政协列席代表邓生咧 Hanson 帮你出尽嘅。我们这次有机会嘅香港跟香港基本法委员会的副主任梁爱诗女士见面，咁很感谢这个 Hanson， 他是福山的律师政协帮我们协调事情，或者我们把这个事情把给邓先生跟我们讲几句。用普通话还是用英语？英文，普通话。好了，其实是很高兴能加入这个访问团，很感谢
陆炳琼团长跟秘书叶佐秀先生也是很大力的帮忙。这一次我安排香港的访问，就是邀请南埃斯基本法微调委员会副主任，我们邀请他出席我们这个晚宴，大家探讨一下基本法里面的内容，让我们多了解基本法。因为基本法的内容主要是一国两制，现在大家都明白香港最近这五六年发生的问题，很多人把两制放在前面我们怎么从一个一国两制的内容去探讨一些我们在海外香港人，或者是我们先了解一下在海外一般大家都明白到了，我们海外是很言论自由的，有正面的有反面的，但是我感觉到海外有很多都是大家传媒工作都知道了另外一面的声音比我们还算是建制派吧声音比我们大，但是不等于我们海外华人都是同意他们的意见，但是另外一帮的经常说是代表香港人我们坚决反对的。这一次我们其中一个活动是去拜访一个香港的移法局，就是有机会，这个暂时还没决定，我们能见到一些建制派的移法局的议员，比如说我是香港新民党倡党的会员之一，所以我希望能安排一下我们的主席叶刘淑仪，有机会碰碰面，在移法局里面，我还在一个安排之中，暂时还没决定，但是南埃斯里边呢已经确定了，我们可以跟南埃斯见面。也是我们最主要到北京，我希望能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去年暑假的时候我们帮一些香港背景的第一代或者是第二代的年轻人办签证出现问题，曾经都在很多传媒知道这件事，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是有问题的。因为我另外一个工作，我在这里是做旅行社的，我替客人办签证的时候，尤其是香港背景的下一代经常出现的问题就是要他们拿一个证明是长的，大家明白了，就是儿童出生的一个长的出生证明，他爸妈如果当时拿了一个证明的时候写的香港，不是写中国香港的话，他都不给他的儿子或者女儿给这个签证，只给那个旅游证。又解决问题了我曾经我们的在温哥华里边的国会议员，香港背景的一个监理，他中文名字我忘记了，我跟他聊关伟俊监理，因为他是香港背景的，我跟他说他马上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那个时候去年六月份，因为我有一个是夏令营，大部分背景参加的都是香港背景的年轻人，第二代全部都不允许签证，只允许办那个旅行证，所以这个事情是很特严的。所以也是时候范围监理那边就马上通知我们的外交部长，用外交侍卫通报到北京那边，北京就说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没有什么，他说没有什么改变，但是这里签证中心不接受签证怎么办？然后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跟他们解释，然后才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最近这两个月，这个问题也再出现了，所以我们希望这一次有机会跟北京那方面国侨办里面、港澳办里面按照基本法里面的内容，因为按照基本法原来说，我们是可以拿我们香港背景的，我们香港身份证是永远有效的，我们香港居留权是永远有效的，但是他们也允许我们拿外国护照，这是允许的，在基本法里面是允许的，只不过是他的眼中是旅游证件，我们不反对因为我们承认就是香港背景的像我们在座的很多的香港背景有香港身份证的，我们没有向香港政府提那个退出中国籍的，他们眼中还是算我们是中国籍的，虽然我们拿加拿大护照，这个我们很清楚。但是第二代
在加拿大出生的，是不是他引种还是中国籍呢？这个是应该是探讨的，只是不要我们访问其中一个议题。好，我要说的都讲了。我暂时没有这个准备说一点话，像关于这个基本法的问题。当然今期这个访问团，我相信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同这个基本法的副主任唐安西女士谈一谈这个问题。因为我相信最近大家对这个香港的选举这个特首这个问题，大家应该有很大的认识。当然来说，基本法是一个在香港来说是一个小的宪法，一个 mini 的 constitution， 所有香港的法律假如同这个基本法有抵触的时候，也会当作是没有效。所以在法律的层次来说，基本法是比较高一点的。咁当然来说，我相信第一个问题问就是香港的法律假如真是同这个基本法有冲突，但如果假如这个香港的法律也符合这个国际上这个协议，你要知道中国或者香港在国际上也有很多 treaties 是签的，比如保障这个基本这个 political rights 啊，或者是 civil rights 等等，这个时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基本法假如同香港的法律或者就如果有矛盾有冲突的时候，怎么协调这两方面的冲突？因为我知道在1990年代的时候，香港曾经尝试就有个叫 Bill of Rights， 就讨论过就是将这个国际上这个人权这个条约变成香港这个法律的一个部分，但最后来说这个讨论不能够成为法律，咁后来就个基本法就出来了。咁所以我相信基本法很大部分也尝试保障这个香港人在国际上所享有的这个法律上这个权利。咁我相信矛盾是有的，怎么解决这个矛盾？我相信最大的方法就是怎么样去解释基本法，因为世界的法官也是用 interpretation 这个基本法来保障香港人应有的权利，也能够使到中央知道香港人也是尊重这个法律。所以这两方面我相信这也是可能是一个讨论的问题。当然来说我不想将同党副主任这个商谈比较太政治化，但是我相信大家很多团员也会提出一些比较激进的问题，影响香港人的问题。我相信大家到时候会问很多问题。我相信最主要就是对于法律的协调方面，同时对基本法的解释方面，我相信这个基本法这个草拟这个委员之一的梁艾希女士能够给我们多一点的认识，我相信这方面是对大家将来或者做香港的真的对法律的认识是有很大的帮助。谢谢。